Chinatown Market。大家早安，今天一大早我胃就超痛了，大概七点多的时候就从睡梦中被痛醒了，真的是很累很累很不舒服，所以我现在脸色看起来有点不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开心快乐正面的迎接一天， Let's go。有，我现在手边有两个包裹，那我来跟你们一起开箱，一起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吧。首先第一个包裹是这个，是一件衣服。好，这个衣服呢是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个加拿大 YouTuber， 叫做 Kai Bentley。之前我有开箱过他哥哥的衣服，他哥哥叫 Levi Bentley。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牌子，叫做 Strawberry James， 在这里。Strawberry James 是刺绣的，觉得还不错。后面也有这个刺绣的字样给你们看一下，那就是一件简单的帽 T， 薄薄的这样子。那因为我很喜欢他们，所以我会支持他们，就会买他们的衣服。他们也是蛮时尚的 YouTuber， 有很多穿搭然后跟时尚还有美食之类有关的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，叫做 Kai Bentley 跟 Levi Bentley。 那么这个包裹呢是来自于 Ambush 呢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品牌，它的衣服什么的设计都很好，蛮前卫的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呢是他们的首饰，不管是他们的项链啊、戒指啊，或是手环等等之类的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有创意。我买了两个 Ambush 的首饰在这里，我就先来开这个吧。这个来看一下。OK， 第一个我开的这个呢是手环，它把它包在这个气泡袋里面，我把它打开给你们看。这个非常非常特别哦，它是一个这个回纹针感觉的手环，给你们看，这样子，这是好几个回纹针弄起来的手环，我来试戴一下，哦，可能有一点小，终于戴上去了，还好能戴哦，不能戴我很伤心。所以它是有很多个银色的回纹针，然后加上一个金色的在上面组成的一个手环，我觉得超级好看，有没有？很帅对不对？哇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就像我刚刚讲的 Ambush Design， 他们的设计什么的都非常的别出心裁，跟其他家的一些饰品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同，好看吧。再来给你们看第二样东西，第二样东西呢就是这个，它是一个项链，然后呢它是玫瑰花的一条项链，它是金色的玫瑰花的头，银色的梗还有叶子这样子，不知道你们看得清不清楚，在这里。OK， 我戴上去了，等一下我把我原本的这条项链拿掉。好啦，给你们看，这就是玫瑰花的这个项链，我觉得蛮秀气蛮好看的。对，有时候我也喜欢这种秀气的饰品，不一定每个饰品都很粗犷，因为它是金跟银的搭配，然后就可以配上这条手环，也是金跟银的搭配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 Ambush 的官网去看一下，他们上面都还有货，那记得要看尺寸哦，像我这个手环差一点戴不上去，可是这手环只有 one size。前面呢，现在有一个包裹，那包裹里面是一双鞋子，要跟大家来开箱一下。我这个没有做一个独立的开箱，而是放在我的 vlog 里面，是因为这是去年所出的一双鞋子了，已经不是近期出的鞋子。那么这双鞋其实是一双很棒的鞋子，很多国外的平台啊，像 Complex 都把它誉为2019年的 Sneaker of the Year， 就是那一年的鞋王。那当时其实我也很喜欢这双鞋，但是我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机会跟一个好的价格去入手它。但是呢，我喜欢的鞋我还是会想办法拿到它，虽然迟了一点，但是我没有缺席，是吧？
这里呢就是我要开箱的这一双鞋，那它的鞋盒是这样子，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鞋盒有没有就猜到我要开箱的是哪一双鞋了。那我打开给大家看，现在要开箱的就是 Sakai 跟 Nike 的联名，那这个鞋的侧边就写就是 Sakai Nike 联名的 LD Waffle。 这双鞋呢就像我讲的，很多人非常的喜欢，男男女女都爱它，它算是非常热门，也荣获了很多平台的 Sneaker of the Year 的这个殊荣。它的这个鞋带就是有两层嘛，它这个鞋底突出，然后两个 Nike Check，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鞋子频道都有做过开箱了，所以我就不再照细节给大家看了，但是我就觉得这双鞋真的很棒，我也刚好有机会用不错的价格入手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很幸运。在大家的定义里面它是去年出的鞋，搞不好已经过流行了，但是因为我真心喜欢，所以我就把它纳入手，当我的收藏去拿来做穿搭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鞋超好看的。那它有很多配色，比如说有蓝色的、绿色的、全白的，还有一个有一点紫色的那种颜色，我都觉得很好看。但是我挑这个黑白的呢，是我觉得最好搭，也比白色的要不容易弄脏，这样就是比较好保存一点。搭个 sneaker foam。虽然我晚接了这个电话，但是我还是接到了 Sakai LD Waffle。